准备收拾了，收拾有点早。这是我的出差小神器，这一次性的筷子，叉勺。哇塞，昨天冰箱里放这么多东西。这些都是留在第二天吃。脑海里也有对明天的规划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其实买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。最重要最贵的，这是我们昨天之所以花这么多钱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出发了。耶、yeah ！咱们就是说，这次不是一天一夜吗？给你一个小任务呗。嗯，来一套你张氏出品的手机壁纸呗。我今天早上我还专门想了一下办法。手机就可。手机可。出一张壁纸，拍大自然的景观是吧？不可。行，主要我手机我确实拿着手机感觉看得不仔细。不可，反正就是我们小小的出山一把吧。行，我试试。我要记住这个，然后一天一夜之后我要查收这个任务。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方，我们最开始并没有来过这个地方，但是呢，看图片觉得还行，但是来了之后发现真不错，没想到北京还有这种地方。我们录音点就到了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哎，看着真不错呀，开玩笑的吧，在这儿。哇，天幕帐篷。最重要的是还有湖，我要开始下坡，没事，不用 I'm okay, I'm very okay。所以精致求生露营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，求生露营只有最后住的不错，精致露营人前不足人后乱。只是调换一下顺序。现在有一个问题啊。这个点没了吗？对啊，它顶了。掉吧。它断了。现在都已经四驱车了，咱还是。我的东西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没能送过来。所以我这次相当于是租借旅行，租借旅行。但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天幕，这个杆儿也太高级了。我居然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杆儿，它还不是那种一根线连在一块儿的，可能就是为了好看吧。咱们现在第一步先把天幕搭起来吧，来走起。我们来大胆猜测一下吧，现在是11:58，你觉得你要用多久？你说我要用多久？嗯。天幕吗？对，就天幕。我要搭起来20分钟。20分钟。这个画条为什么要给这个？也是可以调的。啊。它可以调节长度，它是可以这样的，对吧？不然的话，它那多多难弄啊！它把它前面全打成结了。啊，它这边没打成结。这都。
我经历了好几次挫折之后，我要打起来二十分钟。加油！不能放弃。咱都是想要成功。美中不足的调整的话，其实这个绳应该往这边走。我们进行最后的调整。打完填补之后，我现在多了一个帮手，也是我们田虎老师。我们现在可以来搭帐篷吧，来吧，我们下午开始吧。你看这写的啥？12.5平。这是我们在北京的套内面积是吧？对，套内面积。OK。来这边来点。来把那个对齐，对，咱们先拿钉，先把这俩钉了。都知道未接来电没留言，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。这还差一个，定好了吗？没有，定了。都定完了吗？定完了。全定完了。全定完了。下一步我猜应该没出错的话，应该就是支杆了吧？不是两个杆同时的吗？两个杆同时吗？不是吗？它应该是里边还有一个那个横杆或者类似的，支它的。这个好撑嘞，这不是它的中间吗？这它的中间不是吗？你说这个对呀、啊，是不是应该对着这样？不这没看到吗？这儿这它的中间，这不是它应该在的位置、对吧？那你看有一个这个四方块，对，这不应该是它的定位吗？有可能。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出去应该拉绳吗？对吧？你看，它应该是还有一根杆把前厅支起来的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它这前厅有点那个什么。来了，出来了。啊，现在我们开始要弄外面的绳。拿这个绳调一下车位置。对。那一秒，慢慢的死掉。主要是搭完之后有经验了。人不都是经验性动物吗？啊，你看它这个比较高级，你看它这个是三片的，三片调节，三片调节的话，就相当于两片来说的话，它比较难一点。啊，三片。今天就是跟地边。
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呱呱呱！哎，哪来的垃圾？我手里给扔了。大东西都带了，就这也不带，玩呢。